朋友，晚上好。晚上好，各位。首先提醒大家，我们栏目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04318501234随时开通，欢迎您随时拨打。那么节目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公共新闻频道将在8月18号这一天，在长春环球广场举行500人的相亲交友见面活动，真情流露脱单大作战哈。我们为每一位报名的朋友都准备了随手好礼。本次活动由河北承德陆路股份有限公司全程赞助，欢迎您报名参与。活动的地址呢是在长春市净月区生态大街与南环城交汇处生态广场的南行200米。报名的方式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01234，或者是通过我们公共新闻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也可以。今天节目开始啊，咱们说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低碳。说到低碳呢，大家伙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想到很多的东西。嗯，比如说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节约每一滴水，节约每一度电。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这种公共的交通工具。另外呢，也是倡导大家步行、骑自行车等等，都是低碳生活的表现的方式，既可以节省我们的开支，也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而且我觉得还可以改善咱们的生活质量。嗯，有这种低碳理念的不仅仅是一些70后、80后、90后也开始啊，对于一些小情侣来说，比如说结婚如何来进行低碳呢？接下来我们说的这对小情侣啊，他们的婚礼就用低碳来进行诠释，而且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嗯，通过视频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在8月10号这一天，山东聊城6辆公交车组成的婚车队伍成了马路上的明星哈，许多百姓用手机记录下了这幸福的一刻。这是杨先生和杜女士别出心意的结婚想法，低碳婚礼。他们的选择把电动公交车作为婚车，我想不仅新颖，而且呢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嗯，如果我们不说这个公交车，它是电动的公交车，可能大家还理解不了这样一个婚礼到底低碳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也是呼吁更多的人，当然有条件的，我们尽量都乘坐这种电动车来低碳环保。其实低碳不只是说说，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更好的体现。我们下面说这个事儿，当然也很励志，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嗯，说到脑瘫哈，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些孩子不一样，尤其是很多生活能力都不够。但是在福建厦门就有一位脑瘫的小伙哈，在街头是帮人代练王者荣耀这款游戏。因为这个行动不便了啊，他全靠两根手指来进行操作，每天要练7、8个游戏的账号，一个月的这种收入差不多能有1000多块钱，就靠着这两根手指头，他在游戏里成为了王者。嗯，确实够灵活的，而且我想他也是咱们生活当中的王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来看看接下来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高速上停车更换驾驶员，监控摄像头录下全过程，民警拦截闻到酒味儿，发现司机竟然酒驾。喝酒了吧？喝多少酒？1瓶啊？真一瓶啊？真一瓶。夜间行人上高速，路人报警，民警苦苦寻找，终于找到，连夜帮其寻找家人。13号凌晨，应仙座流星雨将如约而至。第一报道教您如何观看效果更佳。听一场相声，攒一肚子欢笑。东北曲艺传习社落户艺校茶馆，1周6场相声演出爆笑上演。咱们东北曲艺传习社呢，就等于落户在了艺校茶馆这个长影街店啊。大家看到了，这个条件特别好，这是一个销售的好地方。来看新闻，目前全省都在开展交通安全大整治行动。8月10号恰逢是全省高速打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统一行动日，省高速公路公安局长春分局在辖区内接连是查处了2起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晚上8点55分左右，省高速公路公安局长春分局指挥中心民警发现浑瓯高速485公里，距离长春东收费站1公里处，有一台白色轿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并涉嫌更换驾驶员，于是通知站口警力对其进行拦截检查。JY902X， 一直你开车了是不是？有没有驾驶证？没有。没有啊？我又有证据，你开车了呢，开没开车？前面看证据。啊？前面看我证据。我没有。身份证带不带？身份证。那边是不是一百人？对对对，一男一女。听听好了啊，男的开了啊，先白天继续。开没开车？开了。拦截车辆后，民警发现驾驶座位上坐的是一位女士，男士周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车内布满了酒味儿。喝酒了吧？
喝多少酒？一瓶啊。啊，真一瓶啊？真一瓶。经过呼吸室酒精测试仪检测，周某每百毫升血当中酒精含量为20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无独有偶，晚上8:40左右，长春北设备站也查处了一起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对，你是没少喝，我跟你说，一进门我就闻。我真就没多喝，64。经检测，管某每百毫升血液当中酒精含量为64毫克。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周某和管某分别被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第一报道，综合报道。说到这交通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高速公路上是不允许行人在上面行走的。可是，在8月10号晚上的8点钟。省高速公路公安局长春分局接到电话说，在距离龙家机场收费站3公里左右，有一个行人在高速上进行行走，十分危险。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立即对沿线进行了巡逻。经过细致的寻找，最终呢，在机场距离机场收费站约5公里处的应急车道边上，找到了该名行人。说那个大网都圈上了，把网都圈，你往那东西也走不去。你先跟我们给拉到收费站口，行不行？看我领导说给你整车呀，或者怎么样，你走行不行？啊，要不搁这儿你们还危险，好不好？来吧，上我们车吧，啊，来吧。民警找到老人时，老人颤颤巍巍地坐在路边石上，脚上还受了伤。为保障安全，民警决定迅速将其带回大队进行进一步安置。家是哪儿的？你这腿坏了？慢点，我拔点的，没事，别着急。经过和老人的沟通得知，老人名叫沙某某，今年60岁，是吉林市人，但家里的具体位置不清楚，他只知道儿子的名字，电话也都记不住。我搁机场过来的。你上机场干啥去了？啊，没坐上是吧？利用仅有的信息，民警通过公安查询系统对其提供的信息进行了细致的查询，查到一位与其提供的信息相符的张某某的电话，并最终与其取得了联系，确认老人就是他的母亲。张某某说，老人早上失踪了，家人也一直在寻找。晚上11点左右，老人的亲属来到了长春分局巡逻2大队住址的长春东收费站，将老人接回。以后千万那个告诉儿子亲戚上来看住着。大娘没事，交到你手里吧，交到你手里，我啥不管了啊，不管了，注意安全啊，好吧，好，谢谢啊，行，快走吧，看住着啊。第一报道，综合报道。每年呢8月份呢，英仙座流星雨都会和我们有一次约会。今年呢，它也是如约而至。8月13号凌晨是流星雨极大的最佳观测时段哈。如果运气好的话，大家还可以看到一颗颗火球闪耀星空。英仙座流星雨与双子座流星雨、象限仪座流星雨并称为北半球3大流星雨。其中，英仙座流星雨在天文爱好者心中是全年3大流星雨之首。量流星多且流量稳定，从不让人失望。我预报今年的流量在每小时能达到110颗，当然说我们处的环境不一样，可能看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处的为什么说处的环境呢？由于空气的污染呢，灯光的污染呢，可能有些个亮的流星我们能看到，如果一些暗的流星我们就看不到了。今年英仙座流星雨极盛期将出现在13号凌晨，没有月光影响，公众仅凭肉眼就可以目睹到更暗淡的流星。极大值期间，我国处于理想的观测位置，可以看到数量更多、更亮的流星。英仙座在东方升起，基本上这个到后半夜吧，可以说是这个角度基本都在我们那个头顶上了，前半夜在偏东方向。专家表示，大家可以用三脚架固定单反相机，把光圈调大，把感光度调高。仰角45度，用广角镜头长时间曝光，总有流星会闯入镜头。第一报道，从龙镜谢湘东报道。
说完了天文奇观，咱们再和欢欢一起去游泰国。昨天呢，欢欢带我们参观了泰国的两个有名的影视拍摄地，台湾版的《流星花园》取景地，还有电影《杜拉拉升职记》里面水上市场，看完确实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嗯，不仅这两个地方哈、啊，他还带我们到这个清迈小镇去溜达了一下，骑了大象，也钓了鳄鱼。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欢欢今天还带我们去看点啥呢？如果你去泰国没有到当地的夜市去逛一逛，那你的泰国之行一定是不完整的。一入夜，夜市摇身一变成了露天的 party。 如果你想要找个地方喝酒聊天，再吹吹夜风的话呢，这里绝对是首选。夜市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吃了，从海鲜到甜品，美食琳琅满目。发誓减肥的人到这里啊，只能是拜拜。街道两旁的小物件鳞次栉比，流行音乐充斥着整个夜市。如果你逛累了，还可以看看表演，是不是也是一种享受呢？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时，这个城市渐渐苏醒过来。比中国年轻一个小时的泰国，它没有被钢筋和混凝土所填满，随处可见的绿色植物让人身心愉悦。街道房屋虽然陈旧，但是很干净。它不似一般城市的喧嚣与躁动，也没有让人紧张的快节奏，享受这里的一切吧。比如泰国的大皇宫建筑还是很给人感觉还是很气派的，看了之后没有后悔进去。在就沙美岛在海边，我玩了那个浮潜，还是很有意思，都是这种的小鱼小蟹，然后它会罩住你，在海底下给你拿一些海胆珊瑚，让你近距离去观看。印象最深的是沙美岛，我觉着海水特别不错，而且沙子特别细。沙美岛挺有意思的，海水特别清澈，然后沙滩也特别的白，特别的干净。嗯，另外就是清迈小镇骑大象，还有钓鳄鱼，钓鳄鱼有惊无险的，也挺好玩的。我俩是老年大学的同学，一个同桌。这次就是一个那个机会嘛，完一起就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来到了泰国，体会了泰国的一个风土人情，也是吃到了一些美食，吃到了很多水果，这次挺开心。有那个什么，还有个对，有榴莲、啊、还有那个菠萝，小菠萝，对，没见过那种、嗯，像咱们有那种大芒果啥，哎呦，真的、嗯、太帅了，那个芒果，太好吃，特别大那个大芒果，特别帅那个芒果、嗯，反正我就挺喜欢吃那个，哎，反正我最爱吃那菠萝了，就特别甜，跟咱这味儿一点不一样那种感觉，就像海南啥都找不到那种感觉。这次泰国游呢，感觉很不错，这里的吃的住的都很不错了，但是有一点，就是当我们下海游泳的时候，当海里吧，你看到那黑黑的，不要去碰它，也不要去踩它，那是海胆，如果扎到身体里吧，会很痛很痛的。你怎么这么专业呢？因为我被扎了。没事吧？没什么事，但是现在好了，已经疼了三天喽、哦，三天。包包奶。老干妈。什么意思？轻一点，包包奶。老干妈。帅哥。是帅哥，帅哥。美女怎么说了？嘴叮叮。然后泰国跟大家打招呼的呢？萨瓦迪卡。啊，还不错、啊。赶上了泰国当地的
了民俗文化，品尝了特色美食，欣赏了美景之后，大黄我的泰国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其实每一场旅行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电视机前的你不妨给自己放个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去国外避暑，体验异国风情，亲子游学啊等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受欢迎的这种旅行方式。进入到暑期，中俄珲春口岸迎来了出境游的高峰。仅8月6号这一天呢，出入境人数就达到了4400人次，照以往啊增长了20%。在吉林省唯一的对俄口岸珲春口岸，一大早出境的游客就排起了长队。正在办理出境手续的徐阳一家来自辽宁沈阳，他们选择出境游的目的地是离珲春不远的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准备上俄罗斯，让他感觉一下那个异国的人情风土什么的。现在暑假了嘛，然后所以说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都来，在珲春来出境旅游，上俄罗斯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寒暑假这块那客流量特别集中，比如我昨天刚回国，今天又出国。跟徐阳一样，暑期经珲春口岸赴俄游客大部分来自北京、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随时可以组团出境旅游，手续办理便捷，等待时间短，正是他们选择从珲春口岸出境旅游的原因。我们珲春边防检查站迅速启动了应急预案，确保旅客快速通关，在那个旅客高峰来临之际加开通道。尤其是6月18号以来，国家移民局启动中国公民排队不超过30分钟举测出台以后，珲春边检站是每天加派通道，确保旅客在20分钟之内完成通关。7月以来，珲春市全口径接待游客45万人次，同比增长4.7%，旅游总收入4.7亿，同比增长14.6%。刚刚落幕的2018东北亚文化旅游美食节，仅4天时间就吸引了19.5万国内外游客和当地百姓参与，实现旅游收入0.97亿元，同比增长14.1%。此外，大荒沟魅力溪谷、沙丘欢乐谷等景区也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各景区景点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不断刷新。第一报道，翟耀，通讯员孙小娇、张志强报道。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19年百姓春晚。为了能够丰富省内市民群众性文化生活，落实并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在本月9号呢，由我们吉视公共新闻频道以及吉林省艺术馆承办的2019年吉林省百姓春晚海选活动，正式在延边州的龙井市拉开了帷幕。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龙井市。那现在正在这里进行的呢，是由吉林省文化厅主办2019吉林省百姓春晚的海选录制现场。那据了解呢，本次的2019年百姓春晚将以健康生活、运动吉林为主题，同时呢，在吉林省包括延边、长春、吉林等共5个片区共同进行海选比赛。那现在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接着一个具有朝鲜族特色的精彩节目正在不断上演。那么此次这个也应该说是海选拉开了帷幕，接下来我们将在8、9、10月份3个月当中进行全省的这个5大片区的海选。我们把延边最有浓郁特色的朝鲜族特色的这种长鼓舞啊、相貌舞啊等等汇集在一起，调动了8个县市的最好的节目，这个在这个将展现给吉林省的这个百姓。据了解，2019吉林省百姓春晚将主要以歌舞、戏曲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形式为主，来突出吉林文化、民族地域文化，充分展现吉林省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丰硕成果。届时，吉林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也将联合吉林省文化馆组成导演组，深入5大海选片区，指导并筛选符合百姓春晚的精彩节目。而吉视公共新闻频道也将对本次海选进行全程录制并播出。作为本次活动的媒体承办单位，咱们公共新闻频道呢，也是负责咱们2019年百姓春晚所有海选场次的录制、
播出以及新闻的报道。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努力。第一呢，我们公共新闻频道也是派出了最精良的节目制作团队来负责咱们整个这次活动的全程报道。第二呢，你像我们的这种那个转播车也是千里迢迢的开到了咱们延边州的海选现场，报道和传播的过程之中呢，就是最大限度的让咱们每一个老百姓成为本次百姓春晚的主角。第一报道，秉轩、张强报道。最近这一天呢，天气开始凉爽了，大家这个饭后出来散步啊，去吃一些小吃啊，逛公园的估计也都逛腻了。我们的记者最近发现一个饭店，这个去溜达之后呢，哎，还能让你开心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嗯，这条新闻大家可要看仔细了，因为结束之后还有问题等着大家，答对的前三位观众还会有惊喜哦。看记者身后，您大概也能猜到了，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长春市长影步行街。那今天记者可不是来带大家品尝美食的，而是来带大家听相声的。传统相声作为扎根于民间的重要曲艺形式，不仅被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更是重要的文化遗存。今年夏天，由吉林省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张云老师带领的东北曲艺传习社正式落户长春市长影步行街一笑茶馆。咱们东北曲艺传习社呢，就等于落户在了一笑茶馆这个长影街店。大家看到了，这个条件特别好，是一个消暑的好地方，而且有特别好玩的相声啊、脱口秀啊、话剧啊、玩具啊，各式样，还有包括京剧清唱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呈现。客上一碟瓜子，喝上一小碗热茶，热热闹闹坐在一起，听上一段相声。台上演员卖力表演，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观众笑声不断，掌声不绝。一笑茶馆已经经营三年了，然后呢有很多春城爱好者、曲艺爱好者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这边的那个老师也都是说名师传承下来的，包括吉林省曲艺团的专业院团的一二级演员都是国家级的演员。长影街这边的话，初步计划的话，就除了周一不演，是每天都有演出，每天晚上8点演出。相声是民间艺术，是大众艺术，走在长影步行街，您不但能感受到长春这座城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还能享受到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老中青相结合吧。而且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特别是有老艺术家，传统的那种我特别喜欢。那么把一笑茶馆呢引进这个我们步行街的小剧场呢，一是呢烘托和发扬传承我们这个曲艺，吉林省的曲艺，另外的话呢把这个曲艺相声呢引进步行街之后呢，更能丰富我们长春市民的文化生活。第一报道，摘要金星报道。看过这条新闻呢，我们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去一笑茶馆喝喝茶，听听相声。嗯，在新闻开始之前呢，我们也说过了，答对问题的前三位观众呢还会有奖励，而奖品呢就是每人获得一笑茶馆门票2张。哎，我们问题来了啊，问题就是一笑茶馆的位置到底在哪儿呢？具体是在长春的什么街道上呢？嗯，看过我们新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啊，重复一下。这个一笑茶馆具体在长春的什么街道上，如果您知道答案，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431-8850-1234来进行抢答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新闻。说到吉视观众购物节，这是我们吉林电视台每年的重头戏啊，是集文化娱乐和购物于一体的大型展会，我们吉林电视台很多观众都会参与其中。那么今年吉视观众购物节又有哪些新亮点呢？来看一下。今年的吉视观众购物节于8月10号至8月30号在长春市同心城生活广场举办。在本次吉视观众购物节的现场，吉林电视台的主持大咖们会在现场送出精美礼品，各类新颖商品等你来拿，还可以感受现场的精彩演绎，更有儿童娱乐项目等小朋友们来体验。今年的吉视观众购物节真是亮点颇多。我们这次吉视观众购物节已经历时2届了，是咱们吉林电视台举办的，为了回馈咱们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们，举办一个非常这个物美价廉的这样一个展会。然后很多老百姓来到现场也都觉得真正平时在商场体会不到实惠，在咱们吉视观众购物节上都能体会到。主要的目的宗旨就是回馈咱们吉林电视台的新老观众。第一报道，杨洋、刘洋报道。又到了我们第一快嘴的时间了，今天张云老师要和我们聊哪些奇闻趣事呢？一起来看一下。您即将收看的是由吉林银行冠名播出的第一快嘴。
儿想分说天下事，巧嘴道尽世间情，天南地北杂谈论，嬉笑怒骂聊古今，咱是净唠十科。第一快嘴张云在这儿给您行礼了。说第一快嘴，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呀？之前呢咱们说过，曾经有那肇事司机呀、车祸现场装路人，下面这个犯罪嫌疑人胆儿更大了，竟出现在贩毒下线的庭审现场。事情发生在湖南怀化法院，公开开庭审毒犯吴某四人，坐在了被告席后面，有很多市民来听案。中间庭审时，吴某称他的上线黄某在旁听，并通过监控指认还有七人在旁边，贩毒团伙在眼前，司法警察立即布控要把他们一窝端。随后公安干警到现场把黄某的身份来查验，经过初步的判断，极有可能是黄某的上线。随后抓捕人员把黄某静悄悄地带出法庭，还发现少量毒品疑似物就藏在他的车里边。经过黄某的指认，参与旁听的七人也都落网待审判。咱下面说的是啊，近日一男子开车驱赶广场舞人群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这男子还说了，再扰民直接撞死，我家六辆车都是全保，够撞死18个人的。7月13的傍晚，山东烟台一广场，市民是广场舞来跳的欢呢，突然间一辆蓝色面包车冲进了广场，直奔跳舞的人群，大家是纷纷来避让，可面包车却转着圈的来追赶。这广场上啊，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样横冲直撞可是真危险。好在男子转了几圈之后离开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是这事儿还没完，更过分的还在后边。当天晚上8点半，男子小区群里来留言，我家六辆车全额保险150万，一车撞3人，6车18人，如果再扰民直接就撞死，看看谁倒霉。这也太嚣张了，小区居民立刻报了警。这名男子姓袁，随后被带到了派出所。据他自己讲，当天晚上跟妻子因为琐事争吵，加上平时啊对小区跳广场舞产生的噪音就非常不满，赌气开车闯了广场，在小区业主微信群里发布这个恐吓性的言语。经了解，该小区跳广场舞的人群活动时间一般是在晚饭后，21点左右啊就结束了，音量并不是特别的大。目前袁某因寻衅滋事依法被处行政拘留5日。啊，事后呢袁某也在小区群里呢给大家道了歉。这正是毒贩上线听庭审，一网成擒不费工，夫妻吵架太冲动，嚣张到头入牢中。大千世界故事多，咱把奇闻说一说。说的是啊，近日南京一对婆媳慌慌张张冲进了华侨路派出所，向民警哭诉家中的男主人跳河了。这是因为啥呀？7月3号的晚饭后，南京方某带着妻子母亲去散步，日暮西垂也赏美景，秦淮河边的微风透。这期间婆媳因为空调安装起争执，婆婆观点很明确，空调虽然已老旧但暂时还能用，不需要更换。儿媳却认为空调超龄服役制冷差，安全问题存隐患。就这样啊，婆媳俩就争了起来。方某是左右为难，一时气恼吼道，总是这样吵吵，再这么吵我可就跳河了。都说这无巧不成书，方某话音刚落，突然从路口拐角处钻出了几只大鹅，
吓了方某一大跳，咕咚一声就栽到了河里。也不知道啊，真是这鹅吓的，还是方某来了一招金蝉脱壳。总之方某是跳河了。婆媳俩人一见方某跳了河，一开始没哭没喊也没有啊当回事儿，因为方某的水性好，平时游泳就是那浪里的白条。然而过了两分钟，方某还没有露头，婆媳俩这才慌了神儿，赶紧找人去打捞，可惜没见人影成徒劳，人就这样没了，生不见人是死不见尸。婆媳俩赶紧去报警，而河边冲出来的那些大鹅也被押到了派出所。这大鹅可是罪魁祸首啊。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刻组织人员下水打捞，经过近三个小时左右的打捞依然是没有结果。当天晚上民警呢送婆媳二人先回家，在这时意外出现了。婆媳一到家门口发现家里不对头，走时关灯锁好门，如今灯火通明好似进小偷。婆媳俩跟随民警赶紧进了屋，打开房门吓一跳，只见方某啊翘着二郎腿悠哉悠哉很欠揍。方某告诉警察了，自己水性比较好，跳河后呢一直潜泳到远一点的地方才上了岸。因为当时啊他很生气，为了吓唬婆媳两个人，他上岸之后便直接回了家，回到家洗完澡之后便躺在客厅那儿看电视。这正是婆媳吵架而没辙，借助水遁来跳河，众人打捞没结果，苦了民警和大鹅。婆媳两个人呢是又惊又喜，一场闹剧也就就此落下了帷幕。至于那被抓住的大鹅呀，因为主人迟迟没有前去认领，民警呢就把他们送到了社区展养。你说呀，这好端端的大鹅他招谁惹谁了。今天呢第一快嘴就跟您聊到这儿，下回咱再说稀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与今天相比的气温变化不大。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天气网刚刚发布的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19到26度；吉林中雨，19到26度；四平中雨，20到26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通化小雨，21到29度；白山小雨，20到28度。白城小雨，18到23度；松原小雨，19到23度；延吉中雨，20到28度；长白山阴，10到15度；梅河口小雨，21到30度；公主岭中雨，20到26度。珲春中雨，21到28度。身边人拍身边事儿，自己动手会更有趣儿。这里是全新板块全民一起拍，在这个板块里面展示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热心观众拍摄的。那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喜欢摄影摄像，也欢迎把您的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当中，而且一经播出，节目组也会给予您100到500元不等的稿酬奖励。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位老师傅啊，人家呢是有一技之长，那就是传统手艺活，到底是啥呢？看了您就知道了。您即将收看的是由吉林银行冠名播出的《全民一起拍》。剪子来，掐彩灯。
在敦化市的一个小区里，咱们拍客拍到一个挑着工具不停地吆喝着磨剪子磨菜刀的师傅。在以前，走街串巷给老百姓磨剪子磨菜刀的确是一个热门的职业，现在实属少见。说到茶干湖，蒙语的意思呢是白色圣洁的湖。以往呢提到茶干湖，随之而来的肯定就是开江鱼和东捕，而且呢动不动啊就有人为了讨个好彩头，花上好几万甚至是好几十万，就为了买一条鱼回家。但实际上啊，东捕呢只是茶干湖冬季的美丽景象之一，现在这个季节也是有很多独特的风景值得一逛。现在正是暑期旅游的旺季，茶干湖每天都会迎来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游湖、赏花、尝鱼，领略独具特色的茶干湖美景和美食，让人们尽情地享受茶干湖的美好景色。人生中，结婚的新房，家里的新车，生意资金的周转，生活品质的提升，在人生的每一个转角，幸好有你在。好，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小妙招。说到这个肉类、水果、牛奶还有面包都是家中常备的食品，只要一去超市，你说啊，难免就会买上很多很多存放在冰箱里。但是呢，有时候因为大家特别忙，就会忘记及时的吃到它们，等到想起来的时候，这食物早已经变质不新鲜了。那么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够让食物久放不变质呢？咱们这去看看。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新闻。8月11号，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的第三届吉林省中学生朗诵大赛，参赛选手呢，中国诵读经典借词研制，谱写了一曲曲青春赞歌。我们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情人念完后还要摸一摸，好像那就是满仓的脸，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摸索。我们听到了一声触及心灵的召唤，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中，选手们以热情饱满的情绪，铿锵有力的朗诵，抒发了他们对祖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展现了当代中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朗诵大赛啊，我觉得是在有声语言基础之上去让孩子们更多的去感受美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而且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的举办，也可以让孩子们呢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更多的来接触和认知我们民族语言的这种美。本次活动历时三个多月，经过层层选拔，共有17组优秀的朗诵作品晋级决赛。活动刚开始，一首《沁园春·雪》将活动现场激情点燃，引向高潮，也让一大批优秀的朗诵爱好者在活动中脱颖而出，展示自己。感觉有一些地方由于紧张，它是可能有一些池子，在以后的一些比赛里，我也会克服这种紧张的心理。我觉得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吧，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练习，然后可能就是心理素质啊，或者是发音呐、什么的，就是技术方面可能也有些提高。最终，《永远的追思》黄大年获得高中组特等奖，《少年中国说》获得初中组特等奖。第一报道，薛一博、江声印报道。为了丰富长春社会福利院老人们的业余生活，长春市社会福利院从2012年起，每年都会举行一届老年文化节。2018年8月10号的上午9点，长春市社会福利院第7届老年文化节如期拉开了帷幕。8月10号上午8点半，福利院的3、5养员陆续来到现场。记者在现场发现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人，他们身边都会出现一位志愿者，给老人送水、戴帽子、帮老人拿水果。我们为这里老人成立了蒙影家庭，我们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过年过节，都陪着老人一起出去玩、出去吃，并且月月来探望他们。今天呢是第7届文化节，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带动更多的社会的爱心人士关注我们的老人，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老年文化节以最好的舞台歌舞秀拉开了本届老年文化节的帷幕。随后，赵户专区的民族舞《锦绣中华》，吉林省杂技家协会带来的手彩魔术，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社会福利院3、5养员们也不甘示弱，他们表演的萌萌哒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丰富吧咱们就在福利院生活这些古老的业余文化生活吧，让他们呢搁福利院生活的从精神层面吧，能够带来更多的快乐，生活的能够更加充实，使他们生活质量吧能够全面有一个提高。本届老年文化节以活力复原为主题，接下来的敬老美食宴、趣味运动会和歌咏会等文化板块将伴随养员们度过整个秋季。第一报道，永平广言报道。第一报道正在直播，下面来看一组本周的新闻回顾。我们栏目一直在携手专家免费开展验房的活动，不过有人呢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啊验房的这种重要性。本周我们又接到了一个案例，说是最近长春市民杜先生的新房装修完工啊，也这个进了一些家具。这个杜先生和他的家人呢就合计着说，这个择吉日而住啊，顺便再找几位亲朋好友聚一下，这乔迁之喜没等到，意外先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联系了验房专家去看了一下，我们也跟着看一看。我这房子是新房子，去年年底的时候开始装修的，准备就近期这一两天搬家上来了。结果上周六的时候，发现那个客厅的棚顶啊，就开始原来就有裂纹，但是逐渐的加重了。找了那个物业的过来了，房管员说他看不太明白，拍了两张照片。正在看卧室的裂缝的时候，客厅这边就咵嚓一声，就整个一大概4-5平方的那个面积的棚顶就塌落下来了。幸好是没有砸着人，地产的人来了看了一下，说我得找那个施工方。等了一周了，到现在也不告诉我们说是谁的责任，来了就说不确定弄的，不是你们施工方弄的，那是装修公司弄的。我说这个责任那应该是先把它澄清了，是不是？我说你们要找不到第三方来检验，那我说我们找。为了确定棚顶脱落的原因，业主杜先生报名参加了我们第一报道免费验房的公益活动。就在验房师张工来到业主杜先生家时，施工方派出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现场。我今天过来是把那个上面没掉的层敲一看看我里面是什么东西，完我拍完照片之后回头跟领导汇报。这东西吧牵涉到就是业主家已经装修了，咱现在分清出来哪层是我们，哪层是那个装修的。通过对现场的确认和分析，对于杜先生家棚顶意外脱落的原因，验房师张工给出了这样的判断。杜先生家这房现在目前这种结果呀，是由于施工过程中楼板造成楼板不平，误差比较大，弥补过程修复的层面过后，再一个所做的工艺是不对的，
那么在施工完以后，时间一长就脱落了。验房时，张工表示，其实发生在杜先生家的这个问题，在实际的验房操作中并非个例。如果业主重视到验房的重要性，就完全可以规避掉这个问题。如果业主要经过验房，那就是像我们验房师就能发现这个问题。他这个东西修完以后，当时就有问题，最明显的表态就是有很细微的裂缝。那么我们这个工验的时候一敲，肯定他知道它里边是空鼓的，那就这个棚就是后修的，而且界定它这块要脱落。这种材料叫粗砂石膏墙泥，敲起来像瓷砖一样动静，另外重量非常大，棚体在修补的时候需要用轻体材料来去刮涂它，这样它产生的重力下降的重力非常小，这样它抓结度就比较牢靠了。杜先生说，提起这事儿就窝火，新房装修后棚顶意外脱落，责任主体到底是哪一方却迟迟难确定。他只希望地产公司、施工方、装修公司三方能尽快把责任划分清楚，让他和他的家人早日入住新房。如果说把这个责任划分清楚了，尽快给我们把这个隐患排除掉，我给我恢复原状，是不是刚装修的房子，你不能让我们一进来说跟原来差别很大，其他的损失你帮我是补偿还是怎么样再做到。我们的诉求也就是这个了。第一报道综合报道。有些事儿啊，可以提前考虑杜绝隐患，可生活中有些事儿你是没有办法预先估计的。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外出突然发病，本周我们的记者是报道了一件事儿，开始的这个意外事故啊让人心酸，后面事情的发展却意外的让人暖心。2018年8月3号7:20左右，朝阳区建政路与牡丹胡同交汇路口，一群人围成一团，人群中央一位白发老者口吐白沫躺在地上，而这一幕正好被去上班路上的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宋斌主任看到。我对下意识的话看了一下子他的意识，完这时候那个我就开始那个打120，还有110，就差不多吧。就在我打120和110的同时，完我同事也过来了，几个我们单位的同事，他们就组织抢救。见老人嘴边布满了呕吐物，同样在上班路上的省妇幼护士张宇、王超等几人也急忙加入了抢救。护士张宇更是丝毫没有嫌弃，她把老人放平，迅速清理的呕吐物，并把他的头侧向一边。护士王超迅速给老人进行胸部按压，与此同时，其他护士手按老人颈部脉搏，观察老人是否恢复知觉。张宇立刻上前给老人做人工呼吸。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大爷肯定是他是一个就是首先是一个晕厥，对吧？晕厥摔倒，然后我判断他意识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意识已经没有了，丧失意识。因为我呼叫他，我说大爷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而且我声音非常大，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呼吸和脉搏也没有。在120急救车到来之前，这个胸部按压配合人工呼吸的抢救循环不知做了多少次。时间就是生命，整个过程分工明确，有条不紊，直至120急救车和110的到来，将老人送至吉大医院进行救治。我们单位经常组织一种急诊急救心肺复苏的演练，所以说碰到这种情况嘛，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开展这个急诊急救。爱心急救，情暖人间。本以为与死神对峙抢下来的这几分钟会让老人转危为安，结果老人还是不幸离世了。我觉得如果再有一次选择，这次就是再让我碰上这样的人的话，我可能还会这样就去施救。因为首先我是个医者，我不可能去嫌弃病人怎么样，知道吗？因为所以当时我也真的是没有多想。但是当天晚上我知道那个老人不在的时候，哎，心里还是很不舒服的，因为毕竟那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嘛。正是有了这样一群白衣天使，用他们专业知识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为我们的健康安全筑构了一座坚强的堡垒。上年纪的老人，尤其是有疾患在身，就怕外出时发生这种意外。这个时候呢，有人能够施以援手，他免救的这种获救的这种可能性啊，就不仅是老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平安。像这样的事情总是让人感到心里暖暖的，可有些事儿让人这心里就不是那么舒服。你比如说轻轨和地铁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这种首选交通工具了，但是呢，这种公共交通工具有时候竟然是因为人为的原因反而造成了一些晚点，进而耽误整车人的时间。本周我们报道了这起晚点事故，也是和一位老人有关。
六号早8时许，长春轻轨3号线上，一列轻轨列车从长春站方向开往长影世纪城。当行至卫星路站时，一位老人领着一名小男孩要上车。当时正值早高峰，车厢内早已挤满了乘客，老人和小男孩已经挤不进车厢。由于老人执意要上车，所以身子一半在车里一半在车外，致使车门无法关闭。后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老人和孩子硬挤上了车，车门关闭，列车才得以继续运营。这个行为呢，造成咱们这个轻轨车整个全线运营耽误了2分钟，就会耽误其他乘客的正常上班的时间。据了解，像这种因乘客个人行为阻挠轻轨正常运营的事件，在长春轻轨线上还有类似情况。早晚高峰期呀、还有就是像会展有会呀、或者说519旅游日啊，重大节日的时候，客流量比较多的时候，人员密集的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情况。视频中的事例同样发生在轻轨3号线，当时列车行至临河街站时，一男子因挤不进车厢而故意阻挡车门关闭。等会儿，人家除了在轻轨上发生这种情况，还有在地铁上，乘客因抢上车包被夹而造成了地铁延误的。今年1月2号7时35分，长春地铁1号线长春站北站，一男乘客抢上开往红嘴子站方向的列车，将包夹在了车门与安全门之间。车站巡视人员发现后，紧急按下停车按钮，并将乘客放出。这次事故造成了地铁延误8分钟。轻轨、地铁这样的轨道交通工具不同于公交车，延误1分钟都将影响后续车辆的运行。因为咱们那个车格是事先都已经排好的，如果有一辆车延误了2分钟，那么整个全线的线网都会延误2分钟，这个呢会对咱们轻轨这个准确率造成影响。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私家车，是为大家服务的。为了乘客的安全，请大家文明乘车，先下后上。当车辆即将关门，站台门蜂鸣器响起时，切勿抢上抢下。第一报道，张燕若冲报道。这让我们想起了今年1月份在安徽合肥发生的那起女乘客故意阻挡高铁关车门，只因其丈夫上车的事儿。不同的是呢，那位是个中年女性，而刚刚所见的是一位老年女性。有时候我们的女性在顾及家人的时候，可能更容易表现出一种维护性的行为，这似乎是一种天性，甚至不分中年和老年。但作为女性，她们承载着社会柔性的一面，也更多的因为哺育的天职所在，会对下一代产生着不可替代的这种影响。所以呢，有时候就不能光看到自己家人的需求，也要分一分场合，看看他人，看看规则。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看两位特殊的女性，两只国宝大熊猫佳佳和梦梦。2015年6月份，我们的记者随着工作人员前往四川都江堰，把他们接到了长春。转眼间，他们在这里已经是生活了3年多的时间了。可是呢，本月20号，东北虎园计划将熊猫佳佳和梦梦送回四川，这两位又怎么了？出什么状况了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东北虎园的熊猫馆，那在我旁边呢，就是非常可爱的两只熊猫佳佳和梦梦。记得在2015年6月25号，我们当时从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呢，把这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呢接到了我们吉林省东北虎园。那么屈指算来，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两只熊猫在这里生长的情况非常好。那我们了解到呢，在8月20号，这两只国宝大熊猫呢将启程从东北虎园前往都江堰基地。届时东北虎园的工作人员呢也将在都江堰基地呢再次接回两只亚成体的熊猫到我们东北虎园来安家落户。佳佳出生于2007年7月16号，是一只雄性大熊猫。梦梦出生于2008年9月14号，是一只雌性大熊猫。两只成年大熊猫的成功引进，开辟了我国高纬度地区长期饲养大熊猫的先河，总结了寒冷气候环境下饲养大熊猫的宝贵经验，充分发挥了旗舰物种在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教上的独特作用。
这两只大熊猫来到咱们东北虎园已经三年多了，已经完全适应了咱们东北的气候环境，身体健康，而且体重也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增加，现在已经是，每年都有发情的迹象，而且发情特别稳定，达到了最佳的，发情生育的年龄。经过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决定，想把这两只大熊猫调回四川都江堰基地，参与2019年的繁殖计划。将佳佳和梦梦送回四川后，同时将接回另两只大熊猫初心和暮云。这两只都是雌性的大熊猫，一只出生于2016年7月30号，另一只出生于2016年7月31号。我们计划接的这两只熊猫属于亚成体熊猫，今年刚满2周岁，就是属于熊猫的未成年的熊猫，然后特别活跃，活泼。初心和暮云的引进，一是为了继续积累高纬度地区饲养大熊猫的经验，尤其是亚成体大熊猫在寒冷的东北气候环境下的饲养经验，填补我国高纬度地区长期饲养亚成体大熊猫的空白；二是亚成体大熊猫生性活习性，体验寓教于乐的科普教育方式。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雌性，而且是亚成体，我们打算把这两只熊猫呢放在一起进行饲养，这样这两只熊猫能在一起嬉戏玩耍，观赏性特别好。第一报道，从龙镜高明报道。老话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估计这熊猫生下来至少也能拍好这黑白照吧。往多了联想一点，好像一涉及到传承，我们可能希望至少是别走样，并期望着能够越来越优秀，是吧？咱们也不拿这个熊猫说事儿了啊，左右分清黑白也不是啥难事儿啊，你说呢？本周新闻回顾就是这些，下节见。报道正在直播，欢迎回来。第一报道纵览天下，来看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资讯。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一至七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继续保持小幅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0%增长态势。据了解，一至七月中国品牌汽车销量排名前十家企业为上汽、长安、吉利、东风、北汽、长城、奇瑞、一汽、广汽和江淮。一至七月，该十家企业共销售669.28万辆，占中国品牌汽车销售总量的81.33%。140年前，清朝政府海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等五地试办邮政，同年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140年后，大龙邮票诞生140周年文物珍品巡展回到大龙邮票的早期发行地营口，于11号在营口市博物馆正式展出。据了解，本次巡展汇集了60余件珍贵的含有龙元素的文物，除了邮政邮票文物藏品外，还展示出了一批海关和钱币方面的文物珍品，其中大多数文物为首次展出。近年来，印尼龙目岛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但近期接连不断的地震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巨大打击。我身后就是龙目岛著名的圣基基海滩，大家看到在蔚蓝的海水中央停靠的大部分是渔船。那么在8月5号地震发生之后，当地政府发出了海啸预警，虽然随后取消了警告，但是截止到目前，渔民还是被禁止出海。昔日游人如织的圣基基海滩，如今却不见游客踪影。龙目岛最著名的景区周边有200多家酒店，现在全部关门停业。据了解，7月29号龙目岛发生6.4级地震后，印尼旅游部曾向外国游客提供住宿和机票折扣，试图重新赢得游客信任。但这次7.0级地震对龙目岛旅游业的冲击，在短期内或将无法消除。手指轻触几下，不到1分钟，巴拉塔就通过自己手机上的移动支付软件付完了这个月的水电费和网费。就在1年多前，缴完这些账单需要这个24岁的菲律宾姑娘跑好几次银行，每次都要排半个小时以上的队。然而移动支付让巴拉塔体会到的改变不只是这些，他如今还是菲律宾一家本土果汁连锁公司的品牌经理。不久前，他所在的公司刚刚达成合作协议，现在公司旗下200多家果汁店都使用了移动支付系统。
移动支付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不仅让消费更便捷了，更把菲律宾人带入了现代金融体系和无现金时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一座公园里，几乎每天上午都有十几名土耳其人在这里练习太极拳，成为这座城市里的一道特别的风景。带领弟子们在这里练习的是土耳其太极拳教师阿塔奇。据了解，阿塔奇从1999年开始接触学习太极拳，并在2011年前往中国武当山进修学习太极拳教师课程。如今他已经是土耳其知名的太极拳教师。在他看来，太极中的冥想和深呼吸练习可以给人们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平静，人们可以通过练习太极拳舒缓城市生活的压力和焦虑。第一报道，综合报道。接下来咱们再和欢欢一起看看第一影讯，了解一下最近都有哪些大片正在热映。第一影讯要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欢欢。我们的抢票活动仍在进行当中，如果您能够说出我们今天所介绍三部影片片名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票电话88501234进行抢先吧。答对问题的前三位幸运朋友，每人都将获得由周永剧目国际影城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部影片《爱情公寓》，像一听名字，很多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熟悉了，对不对？没错，这个确实是电影版归来了，而且是10年的老朋友催泪重聚。相拥嘻嘻笑笑打打闹闹的各种欢乐的事情仿佛又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样，不过这次据说这帮老朋友要搞大事情。脱下丝丝跳舞，赤着脚太空漫步，我笑了你还装酷，阳光晒过的路正好是年轻的温度，温暖舒服，潮汐流动起来舒服，吸一口清扬通透骨，蓝色背景下我练习飞行的角度，抱歉我的态度，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挑战全的户外刷成电影幕，不能变的梦之间买彩票中大奖一夜暴富，相信是很多朋友的这个梦想啊。那在我们接下来的这部影片《一出好戏》当中，这故事就是由这个桥段而引出的。不过当我们的这个黄渤真的中了6000万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享受到荣华富贵，而是被一个大浪拍到了孤岛上。那影片主要讲述的呢，就是在深海的巨齿鲨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重返了浅海，这个将会给我们人类造成巨大的惨重代价。究竟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要保护大自然。We have the discovery of a lifetime。我们再说说这个开场的热点话题，一个是90后小伙的低碳婚礼和脑瘫小伙靠两根手指帮人代练游戏的这个事儿。都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常说啊，人生不如意事是十有八九，挫折也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我想，只有敢于挑战、敢于接受，才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不是有那句话吗？叫做不经历风雨，又怎会见到绚丽的彩虹呢？我们第一报道，同时也在全面的在征集新闻线索，而且爆料还可以获得100到500元不等的新闻线索奖，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同时呢，我们的全民一起拍呢也在火热的征集当中，不管您是手机、照相机还是摄像机，也甭管您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可以把您生活当中呢遇到一些突发的、好玩的、感人的、有趣的，随时随地的发过来。可以说手机非常的普及，我们希望大家伙在自己的身边随时遇到好玩的人、好玩的事儿，拿出手机就可以拍给我们，到时候呢我们同样也可以回馈给大家100到500元不等的现金奖酬。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第一报道的。